开饭了，姐妹们，今天吃个土鸭子，还有这个木瓜丝、酸萝卜、小白菜。姐姐，妈妈，我想吃饭，这个给我了。嗯。姐妹们，今天吃个猪大肠，炒自己家做的这个酸辣子，还有白菜，香辣木瓜丝啊。这个木瓜丝活动，每一单减8.2元。一定要啊。
还是妈妈炒菜好吃。高手来了，哎呀，麻辣香肠啊，太瘦了。
姐妹们，这个木瓜丝活动来了啊，每一单减8块啊，之前27.9发两瓶，今天19.9发两瓶啊，这是年前最后一次福利啊，就只限今天，姐妹们抓紧时间去拍啊，因为好多姐妹上次跟我说都没拍到想吃，然后这今天叶子再给姐妹们再做一天活动，只限今天啊，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拍啊。这就是一瓶的量啊，特别干，你们看肉眼，你们 Hello 这种木瓜丝的话就是所见所得，19.9发两瓶，这种吃个锅巴配这个木瓜丝，谢谢妈妈，我婆婆煮的这个锅巴都不糊，呀很脆，脆是吧？非常香啊！嗯，吃吧。来这边两个啊！我不能吧，不是。这锅巴嫩嫩嫩的，嗯，马上就做啥子不得？炖炒火锅吧。你尝没尝？最香。吃你的。那我吃不你的，你来得吧。没有。没有。我做了一来都得不得。没有，别茄子。打断特别脆啊，嗯。